少中国几十万医生当中的仅仅的四个医生发出这样的呼唤，只有高耀杰一个医生坚持到现在，坚持到他死为止，所以他非常的了不起的。好，谢谢海瑞。多年前，美国天文学家在太空中发现的第38980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多年后，他撒手人寰，魂归太空。他不是被识破，却走遍15个省，访查100多村庄，救助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他不是出版社，却编写、印刷、寄送、散发艾滋教育读物100000册。他不是信访办，却收到过艾滋病相关的求助信15000封，封封他都不回。他不是孤儿院，却亲自安排救助艾滋孤儿164人。他不是慈善机构，却为防治艾滋病倾注了自己几乎全部积蓄。他因此遭受当局迫害，被迫流亡海外。天华家族、天道家族、周边家族，到了2007年，好了，把我关到屋，连到了你都不让我出门。2月1号开始，我一看到小区里呀，都是警察进去了。从此他奋笔疾书，倾力披露中国血库污染、医院血浆传播艾滋病的真相。现在政府还是无力态度，为了扛住中国血祸之灾，他先是在安享天伦的时候奉献了自己后半生，接着在叶落归根的暮年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在踽踽独行的途中切断了自己的腿。请记住这个名字，高耀杰，苦难中国的母亲，黑色大地的星光。再看一个2分钟的一个视频哈，就是高耀杰呢，当时他介绍那些艾滋孤儿，他跟那些艾滋孤儿的一些互动、一些往来，一点点啊，2分钟。确诊艾滋病以后，叫他出院，出院以后，他给护士说：“阿姨，你救救我吧，你不要叫我出院，我要治病了。”看见医生说：“叔叔，你救救我吧，我要看病了。”最后他妈抱着家，他在2点钟死的，在1点钟抱着妈的脖子，他妈。抱着妈的脖子，妈，你保护我吧，我可难受。说了这最后一句话，就不会说话了。
候他爸爸花钱花的那有钱了，就把房子卖了吧，他跪着他爸爸，那个时候14岁，跪着爸爸，爸爸你不要卖房子，我这病不会好嘞，不会治好嘞，你卖的房子咱全家都没有咋住。孩子很懂事，我爸爸说：“奶奶，你不要抱我，我忍，我忍。”他说：“全来。”以后的话，他因为受起诉，他帮他爸爸到新疆去吃棉花去了。他快死的时候，求生欲望可强，跟他妈说：“你不吃棉花去吧，吃了棉花卖钱，卖了钱我治病。”这刚才的这放的播放的，就是高耀潔跟一些孩子的那些互动哈，就是他对孩子的了解是那是比普通的人都是多得多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哈，接着播放的呢是高耀潔女士的一些英勇笑貌了，她的一些图片集。那可以看出来，高耀潔女士呢是一个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哈这么一个性格，所以她的这些品质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的就是去她是我们的一个 model 了，她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呢就是应该在很多方面哈向高耀潔女士学习，当然这很难学到了，因为高耀潔女士身处的那个年代跟我们现在年代不一样，而且她的勇气哈是我们所有人勇气加起来的多少倍。那么70岁开始她的这个调查艾滋孤儿、艾滋病村的这么一个开始，然后在她83岁的时候才被迫流亡美国，所以他70岁开始呢哈，就是开始学电脑，这很不容易。他讲到，就是他讲到他的过去逃亡的经历的时候，他会忍不住落泪。但是当他讲到高兴啊，跟讲到他一些孩子的他获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啊，那些孩子得救啊，他会很开心。这是2007年希拉里接见他，这是我们送了一本艾滋孤儿的那个丧失孤儿的书给他。这些花是伊娃女士自己家种的，伊娃女士去看过的，看她这几年呢有30多次，所以带些花，这就是伊娃女士，这是写那个人吃人的大饥荒人吃人那本书的哈，其中的一个作者。美国一个妇女组织给他颁奖，也是那个时候希拉里接见了他。
这是世界日报的那个魏必忠先生嘛，刚才。好，那么我们呢就是接下来哈，刚才看完了这些图片，看到了高耀潔女士的喜怒哀乐，她都是泄于脸上的，而她不藏在心里面，直接的就说出来，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不开心的，有什么不是事实的东西，他都直接的就说出来，讲出来，还表现在他的脸上，他不隐藏，他就是这么一个直率的人。那么下面呢哈，我们请那个中国婦權的骨干义工哈，那个悟婷女士哈发言，这是高耀潔女士，请悟婷。谢谢。其实今天也不是我发言哈，主要还是代念啊，国内的一些朋友和张晶女士的那个心得啊。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旅居纽约的中国医生高耀潔在12月10日，在位于曼哈顿西哈林区 West Harlem 的家中过世，享受95岁，这是一个将被永远怀念的日子。他生为社会底层的生命权而奋斗，他死为追求众生人权的价值同在。他是一个独立正派、执着上进、坚守医德底线的女性。高耀潔说她一无所有，走时没有负担，可她遗爱人间，她挽救沉甸甸的生命，丰功伟绩足以让她从此无忧地步入幸福的乐园，与神同在。高耀潔医生揭露河南血浆经济传播大量的艾滋病毒后，遭到中国当局的严酷打压，百般无奈，在2009年他来到纽约，一直寡居在这个 West Harlem 一套政府公寓内，他的子女不在身边，长期由纽约市政府给予生活补助、医疗照顾以及生活护理，照顾生活起居的陪护员从以前的整个白天增加到24小时的陪护。一直作为监护人的黎安友教授，他不仅他定期的去探访，他还协助处理各方面人事及政府部门与高耀潔医生的书文书往来，推崇高耀潔医生的美国前国务卿 Hillary Clinton 也曾在黎安友教授的陪同下与高耀潔先生的亲切交谈，表达对他不遗余力阻止艾滋病传播的行为表示钦佩。作家依娃女士是高耀潔医生晚年少有的闺蜜，过年过节依娃她呢从波士顿驱车前往纽约拜访她昵称的高妈妈，另外还有一些中国的学生和进步青年人士也会义务的来帮高奶奶打理生活事务啊，包括整理她的著作。疫情前呢，高妈妈她总是保持开朗的心态，笑声爽朗，她的听力虽不大好，说话比较大声，反而呢显得她中气十足。那时呢，她每天都会上网看新闻、读书、写一点小心得。她的性格直爽也执着，因此呢得罪不少人。当然，她也是靠着这一份坚持，她救过无数的命，阻止了一场史无前例、来势汹涌的艾滋人祸大雪灾。高耀潔医生于1990年代在中国基层巡回宣讲妇女健康的时候，他发现河南的农村在流行艾滋病疫情，从此呢，他深入农家，经过田野调查，发现造成疫情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在河南农村地区大规模的买卖血浆的过程中，因操作不守规则而导致抽血设备受到了艾滋病毒的传染污染所致。但是中国地方官员一再试图掩饰和淡化这场规模巨大的血灾，但由于高耀潔先生的不懈的奔走，使得这场丑闻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
进而避免了更大的灾祸的蔓延。然后下面外界对他的评价，香港社会活动家杜冲他说，多年来我和高教授去过无数次的华中地区的乡下，访问不为人知的艾滋病感染村庄，他把这个称之为敲击黑洞，一旦发现黑洞，我马上对孩子们进行支持，帮助他们上学，给他们提供物资供给。杜冲的灵感来源于高耀潔，我很钦佩他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工作的勇气。他教我如何帮助那些艾滋病的儿童，如何与当地的当局打交道等等。他还鼓励我要勇敢，不要放弃，不要妥协，总是要讲真话。他把他救助的孩子也交给我抚养了。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他说，他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 Peter Powell 他说，艾滋病的历史和抗击艾滋病的历史是由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与社会主流抗争的人，以及那些真正敲响警钟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的，他就是其中的一员。第55届联合国国际主席哈里·霍尔克里曾在媒体面前表达对他的赞赏，知识是最好的艾滋病疫苗。在中国河南有一个为防艾教育而努力付出的志愿者，他的故事很感人，他的精神令人钦佩。那么他荣获的这些荣誉啊，我稍微念一下。1999年，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2001年，他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 Global Health Council 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但由于地方政府拒绝签发护照而未能亲自领奖。2002年，他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于人民大会堂颁奖，颁奖者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2003年，他获得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门麦格塞塞公务服务奖。马尼拉市长赠送他金钥匙，并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但他未能亲自领奖。2003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提名。2004年，他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藤家国际育儿奖，颁奖于人民大会堂。南方人物周刊将他列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鲜为人知的故事获得14届中国图书奖。2005年，他编著的1万封信获得了由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的2004年图书大奖。2007年，他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的中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3月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了高耀潔。2007年，小行星38980以高耀潔来命名。2007年9月20日，与蒋炎勇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他的妹妹和女儿戴维奇领奖。2007年9月29日，位于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高耀潔。我在这里再念一下那个网友的为他写的两首诗哈。这位叫阿海的推友，他说，关于高耀潔医生，一直不敢说什么，只觉得自己词不达意。今天看到胡文辉的两首诗，不由得拍案叫好。胡文辉的格律诗呢，成语通达，朗朗上口，不格不色，窃以为如今活着的人里头，他的格律诗呢，
无出其右。我把这个是同时写在这个板上面哈，大家看一下。悼高耀潔胡文辉，哪堪血色尚黄昏，回首中原几处春，此生生此星球皆故土，每周虽远莫招魂。再悼高耀潔胡文辉，中原星雪色如霞，忍见坟前几万鸦，形状何年皆黑木，故园无地现黄花，遮羞郡县官犹在，积得幽冥寿已佳，岂止一人更一国，一生为国几年杀。最后哈，我是想说他高妈妈呢，她安详的走了，她的回忆录《高杰的灵魂》是她高杰一生的写照，她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践行者，是勇敢无畏的反极权反压迫的战士，她是我们的楷模，是激励我们继续为中国弱势群体发声和工作的重要精神支柱。高妈妈安详地走了，天上的星星和地下的凡人将永远记得您的名字和您平凡但又非凡的一生对人类的贡献。高耀潔医生安息。谢谢啊，谢谢吴婷，真的很了不起啊，网友他们写的东西哈，这是对高耀潔的纪念，也是非常深刻的。那么下面呢哈，我们请基督教公益联盟磐石教会的杨思松哈代表磐石教会来做一个发言，谢谢。高耀潔先生他是山东人，我是河南人，最近30年只要提起中国的艾滋病，全世界的人只要听说的话，第一印象就是说中国的河南流行艾滋病。我在中国的时候也知道中国有一个河南上蔡县是艾滋病流行的一个村庄，就是这个县上蔡县里有好多村庄，整个村庄的人都感染艾滋病，有的人一家全家感染艾滋病，最后全家都死光了，这是我知道的。但是我因为这个上蔡县离我们河南呢比较远，大概有几百公里，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就是离我们就是我们河南的。如果说当时现在想想啊，当时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因为各奔波各的，这个没有淋到自己的头上来，也不是感觉到很紧迫的危险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地方很可怕。包括我出去外面去玩呢，旅游啊，或者是旅行一下，到外面去的时候，我想这个地方我千万不能去，一去的话，这个地方可能是很可怕的地方，这是我的印象。但后来想想，后来我们想想，如果说当时如果不是高耀潔先生他奋力疾呼的在中国，像中国的政府啊，民间的普及艾滋病知识，像政府官员游说，呼吁他们来防治艾滋病的话，揭露，而且他对于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现象的揭露啊，导致了当局政府很紧张，从而不得不采取了一定形式和动作，一方面掩盖，一方面就算是补救吧，就是叫手下的这些是基层的领导、地方行政官员。对这个艾滋病进行输血的条件进行相应的改善，从而导致了这个艾滋病的流行呢没有继续的泛滥和扩大。如果说当时没有中国的这个高耀潔医生像这样的奋力疾呼，在国际国内上奋力大声疾呼就要来防治艾滋病的话，可能我不要说我们河南上蔡，可能我们家乡包括整个河南很多省市可能都
都会比现在严重很多倍。这个中国的艾滋病泛滥，总的来说呢，它还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中国的农村老百姓极贫极弱极苦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的投资的想法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叫老百姓拉自己的血去卖来改变当地的经济生活，来改变当地的那个政府的那个所谓的什么血浆经济啊，就是来拉动地方的 GDP 吧，改善经济数据，就是周孝正的一句话说，就是带血的 GDP 吧，这是最典型的，这是最典型的典型的，这是用老百姓最穷苦的老百姓身上的血液来创造 GDP， 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府。我作为一个河南人，说实在的，我每每看到高耀潔医生的这个事迹和高耀潔医生，我其实是很感动，非常感谢高耀潔医生。我不知道怎么做来感谢他，反正他已经先逝了，他的灵魂，他的事迹会长留在我们的脑海中。用我们内心的话来说，高耀潔先生他是真正的天使，对于苦难的中国老百姓他是天使，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他就是中国的活菩萨。在中国现在医疗环境下，改革开放在最近30年来，中国的所有的穿白衣服的天使啊都沦落了，只有我认为就是我们看得见的，只有高耀潔先生他真正配得上是中国的白衣天使，他是真正的天使。我非常感谢永远铭记高耀潔先生，我也向他鞠一躬，谢谢大家。谢谢哈，谢谢杨思聪，因为杨思聪也是河南人嘛，所以讲起来哈特别感动，因为高耀杰，他帮助的主要是在河南这一带。那么下面呢哈由张燕哈代读那个艾晓明教授的一封一个悼文和一个挽联。一句吧哈，挽联，所以请张燕。艾晓明女士呢是大陆的一个维权人士，曾经跟高耀杰女士哈他们一起来做这个艾滋病的，她拍了一些电影的哈。艾晓明晚年，哀悼高耀杰老师。高耀杰医生的去世，让艾晓明教授追忆起在高医生去过之前预知的过往。他转来了一组文章，包括他对于高医生著作《一万封信》的书评，以及河南艾滋疫情受难者与家属寄给他的信。艾晓明教授回忆道，2006年春拍摄纪录片《中原紀事》时，我第一次走进高老师的家门，我和胡奇先生，我们有摄像机记录了高老师去邮局给各地邮件防治艾滋病资料的情景。那时我们一直称呼他老人家为高老师，如今打开中原祭祀的视频文件，那颂扬观世音菩萨的序曲一词一响起，不仅泪如泉涌，不忍看不忍听。高老师是这部纪录片的灵魂人物，是片中所有那些挺身而出勇敢发声的感染者和他们的亲人的精神支柱。高老师也是我的人生楷模和良师益友，不是亲人，信是亲人，
而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里，我从高老师那里认识到，这就是真正的芳香，与骆小姐同行，挑战强权，推动改变。不言而喻，高老师付出的所有牺牲，也是孤勇者不能不承担的命运。高老师去国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我知道他在大洋彼岸终于出版了他念兹在兹的多部作品，他拼尽余年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给我们留下了漫长的思念和深刻的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暗中发出强光，如何进行言论自由和社会责任。艾晓明教授说，这两天一直想着敬爱的高老师，今天请有人带回奉上鲜花一束，寄托哀思。早上醒来看见朋友转发的照片，方才觉得昨日太匆匆，仅是委托送花未留到此，赶紧再以晚年。他的晚年写道：中原雪山以慈母大爱悲种符号，无为之困暗夜独行，有孤军英勇著书立说，虽死犹生。中原之死，导演艾晓明。OK， 谢谢哈。啊，艾晓明女士哈，艾晓明教授的这首诗在，其实在那里啊，令先华已经把它就是写出来哈啊，贴在这里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另外还有一个移民的啊，是吧？也在这边，所以这些句子它都在这边哈。那么下面我们请磐石教会的苏珊哈，苏珊姊妹哈啊，来帮我们代读一下那个《华夏时报》的前主编哈啊张宝林先生。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在中国的哈，也出不来，但是有这么一份有这么一份感情啊想寄托这种的哀思，所以我们帮他代读。谢谢。谢谢。张宝林到高耀杰女史两首。悼亡诗，悼高耀潔女史。暗夜如盘见耀星，微光未许化无形。雪山骇世神皆末，人祸惊心欲独醒。旧壁汉阳青骨肉，宽石甘作老蓬平。特雷莎后谁真子，节节高峰照汉卿。华夏时报前总编张耀林，2023年12月11日。再到高耀杰女史，去也艰辛，至也愁，八荒虽大不堪留。玉阙辟壤千家内，开罪中原万户侯。我洒百鸟太子泪，遗怀赤县疏离忧。平生烟雨天边去，俱作新忙回故丘。这里做个注解啊，百鸟呢是指战国七雄的时候，燕国太子丹被秦国作为人质质押在秦国，那就比喻呢高妈妈她在美国，不得不在美国回不去。第二呢，疏离这首诗呢是《诗经》的里的一首诗的名字。那高妈妈在晚年的时候经常要念这首诗，以表达对故国的思念。烟雨任平生，
这是老人在晚年，高妈妈在晚年的一本自述口述的著作。华夏时报前总编张宝林，2023年12月12日。谢谢大家。谢谢哈，谢谢书生。下面呢，我们接着下来是那个请那个我们中国婦權李青哈代读那个依娃的一首诗。那依娃呢是高耀潔女士晚年的这种至交吧，他们非常的密切，他们两个讲起那个。像是河南的乡下话，还是反正我是听不懂了，在旁边都不知道他们讲什么的。他情深意切的，他看望过高耀潔几十次哈，很不简单。谢谢你，请。不谢。高妈妈，让我们再见一次面，献给高耀潔医生。2013年12月10日。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作者伊娃以50多名受访者的访谈记录为主，并记录了500多死难者的名字及49起人吃人事件。伊娃也是由中国婦權出版的2本计划生育的书籍的编者，计划生育牺牲者名单以及被国策处决的胎儿。此诗是伊娃为中国婦權12月17日在纽约举行的高耀潔医生追思会而作。高妈妈，让我们再见一面。高妈妈，天快黑了，您就会出现吗？您就会和我见面吗？我们就会手拉着手叙话吗？有人说您已经变成了天上的一颗星星。高妈妈，昨天护工熊打来电话说您11点走了，说您昨天还一切如常，只差9天就96岁的眼睛闪亮地望着远方。高妈妈，这一次我真的有点生气，您也没有打个假条，我也没有通过审批，没有一点点心理准备，您就飞去了我找不到您的地方。高妈妈，许多次许多次四只手相握，我望着您，您看着我，您说我如果走了你还来看谁啊。高妈妈，许多次许多次我在您年老失聪的耳朵边大喊，我还来嘞，我还来嘞，我还要来看你嘞，总觉得您永远都会在我这里等我。高妈妈，让我们再见一次面，带上我做的包子和馍，还有你童年最馋嘴的芝麻盐，还有我种植的千娇百媚的花儿，还有急匆匆想见到您的心情。高妈妈，波士顿到纽约认识您的8年，我走了近30趟，总是在中国城选购上新鲜的活蹦乱跳的蔬菜，沉甸甸的穿梭在大城市黑咕隆咚的内脏。高妈妈，我想再次安享您的门铃，在门口就看见您坐在电脑前的背影，走进您的卧室兼书房叫道，高妈妈，俺来了，然后拥抱你，嗅闻你话间好闻的味道。高妈妈，我想和你一起坐在电脑前打开文稿，充当您的手指，听您发号施令，您说怎么修改就怎么修改，
您说怎么编辑就怎么编辑，一如往昔许多美好的时光。高妈妈，我想再给你做顿家常饭，你说吃饺子还是吃烩面片？咱打几个鸡蛋好不？咱放点绿油油的菠菜好不？咱坐在一起吃顿热乎乎的饭好不？高妈妈，我多想再坐在您的病榻对面，听您说话，回忆过往沧桑。您说你来了，我才能说说心里话。哪怕不说话，只要把你包含在我的眼睛里，阅读你满脸的皱纹，就像阅读一本老书。高妈妈，我想再一次拥抱你，脸贴着您的脸。太矫情的话我说不出来，让我的脸贴得久一点，久一点。这时候您就像一个需要疼爱的孩童。高妈妈，从昨天到今天，我总是看到您的模样，我总是听到您和我说话，可是我握不住您的手，伸开双臂，我的怀抱里是空荡荡的。高妈妈，我没有哭，没有哭，我不愿意在您面前掉眼泪，让我们再见一次面，让我再拥抱你一次，让我握紧您的手。高妈妈，我盼望着天快快的黑暗下来，我将仰起头来寻找你，我一定会很快找到你那颗微笑的、闪烁的、说一口河南话的星星，就是俺最爱戴的。高妈妈，感谢老天的安排，让我和高耀杰老妈妈认识相交。这些年我多次去纽约看望他，无所不谈。和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光是我一生最充实的时光，受益匪浅。匆匆忙忙写下几句，就好像和老人家说话。谢谢。好难受哈，大家真的哦，听了李青这样子念，啊，就是我自己都有点想哭了，因为其实依娃呢，她是真的是情深意切，她真的写了她真的心声，她本来是想来的，可是她又也感冒了，所以她又不住在纽约州嘛，所以就请我们代念了她的这首诗。这是他从内心里面发出来哈，对高耀杰女士的这种敬慕哈，能两慕。其实他们很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伊娃呢，她也是为了那个60年那一次的大饥荒，她采访了1000多个他们的当事人。他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很大量的工作，最后回中国都还要躲躲藏藏的，好不容易把些资料弄回来，所以他的采访了40几个人吃了人的这么的家庭，所以他们特别有同感。伊娃和高耀杰，老妈妈非常有共同的相似的之处，和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深处很多闪亮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好，下面呢，我们请海磊女士哈来悼念那个高妈妈哈，因为她跟高妈妈呢也有一段奇异的这种缘分，所以她也是最后一次见高妈妈也是在2个月前吧。哎呀，请海磊。各位来宾，大家好。2个月前，我去看望奶奶的时候，看奶奶
神色很好，他还带我到电脑前跟他一起修改一些文稿，这是我们每一次见面都会做的事情。我那时候想，今年他会平安的度过，但是没有想到奶奶走得这么快。我跟他一起相遇是12年前一场奇遇，没有任何人引荐，我也不知道高耀潔的名字，只是12个月前，12年前的我自己的奶奶在中国过世了，我整个人都很哀伤。我心里想，哪里有什么奇迹，谁会爱我这样一个心里孤单的人。所以我就想，我要把难处带到教会去。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去了哥大的教会，因为那时候我临时被委派了一项任务，去哥大学术会议上做一个主题发言。其实主办方的江南老师也是非常爱我，他觉得我成天沉湎在哀痛中，不如交给我一点事做，所以临时让我去发言。因为是临时的，所以没有订到附近的宾馆，我就想我把这个难题交给教会。没有想到上天真的是非常爱我，就是很特殊的，当年哥大教会派去照顾奶奶的女生，她主动上来拥抱我，她说如果你不嫌弃，今天晚上你就跟着我走。就这样很奇迹般的，我进了高耀潔奶奶的家门。因为没有提前预告，所以奶奶其实不知道。我去的时候，女生告诉我，她也是临时居住在那边帮助奶奶，因为没有征求过奶奶的同意，所以她有点惴惴不安。到了那边，奶奶握着我冰冷的手，她说：“美清，我怎么会怪你？你真是做善事。”就这样，一个陌生人走到了她家里。从此以后，我的生命不一样。我很懦弱，我很胆小，我平常的时候从来都是很胆怯，但是当我看到他的书，当我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神，他那么的慈祥，就像我自己的奶奶。上天给了我一个另外的奶奶，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是称她为奶奶。奶奶也把我当自己人，这里面其中有几张照片，她躺的床是坍塌的。有一天我亲她，很高兴，她说终于把你盼回来了，她说自己人来了，我就给你看看我的床。一打开床单，那个床整个都是塌下去的，有几个纸板箱垫着。我说奶奶，我给你买一个床，她说不用，她心疼我，她说如果我有钱我就给你用。每次我问她需要什么，她都说不需要，她都够了。但是实际上，原来希拉里在他们克林顿在位的时候，政府给他的补助是187块一个月。后来川普上台了，减到90几块钱一个月。他的生活很艰难，其实，但是我们教会，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看过我文章的一些人，愿意捐赠给他的，他总是不肯收钱，有些
吃的东西他也退回去，然后那个床后来是不晓得是哪一位爱心人士后来走运给他换掉了。我比较听他的话，因为他不肯要我去做这件事情，我要给他钱他不肯收，他还给我了500块钱的礼品卡，是他女儿给他的，我一直藏着一直没用，想着他有需要的时候订购他需要的东西给他。奶奶就是一这样一个对陌生人都会敞开他爱心怀抱的这样的一个无私的人。很多人想要见他，其实他都不肯见，因为他害怕。这些年来我们很多时候的交往是通过电子邮件，我们因为他写字其实也很困难了，但是有爱心人士给他装了可以手写写进那些东西，所以奶奶就会在电脑前，每次在电脑前的时候他都专注的去打开他的资料，写他的书。上一次去观望他的时候，他给我还一直在为我着想，他说我给你想了一条出路，他给我想了一条出路，他给我想了一条出路，那就是要我写作，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一直想着我们还有明天，我们还有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没想到，真的这一次是没想到，但同时我也为他高兴，因为奶奶结束了人间的痛苦。其实这些年他活着很不容易，他的脚当年迫害的时候，膝盖因为长期跪着，那个膝盖已经是坏掉了的状态，所以每天都会痛，很肿大的那个膝盖。他会有时候会告诉我一些事情，我基本上就是想去探望他之前，会先发个信征求一下老人家的同意，看看他的身体状况如何。每次看到他说好我就很开心，有时候他会说不好，有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他想死。他的子女们和他之间有很大的隔膜，他觉得他害了他们，他愧疚，其实是我们的国家亏欠了他们，让这么一个老人家在晚年还那样的哀痛中，是我们国家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所以每次我都不知道怎么那样才能安慰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安慰他。所以其实奶奶离开了，安息主怀，我们的天父会爱着他，只是我们在人间的人真的很痛苦。每次去探望的时候想要带给他一点快乐，有时候他会调笑一下，他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就比如说他总是记挂着我是单身一个人，所以他有时候替我着想，他说你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50岁左右，30、30-40岁怎么样，如果女人家有个孩子会很开心，我有一个女儿了，但是他还想着也许我还可以再有一个女儿，他还想着如果我能早一点遇见他，他可能可以帮助我更多，可以要再多几个孩子等等。然后他也会跟我说
男人都靠不住啊。他反复地跟我说，男人都靠不住啊。你要写作，你一定要写作，这是他上一次给我布置的一个使命，我今天也勇敢地说出来，也是一个公开的宣言，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会拿起笔来，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继续的来缅怀他，但是我将用写作来永远的缅怀我敬爱的奶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上天安排他在我自己的奶奶过世的那一年，他出现了，同一个月他出现了，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这样心疼着我说，如果我有钱我就给你用，他节省到就是我给他贴那个标签纸，如果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是送给他的，我关照他，你上午要吃两粒，晚上要吃两粒，我用那个胶带撕下来的时候，他会说我这条胶带撕得太宽了，我们把它剪一下，就剪成两条，就是那么一个可爱的为这个世界着想的奶奶，她爱着我们世人，她爱我们大家，我们也都一直爱她，只有在神的爱里我们是相通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奶奶，我们的高耀姐医生，她安息主怀，在上帝的家园里，天堂不会有病痛，天堂也不会有眼泪。最后我以我曾经写过的一些小诗歌一起来缅怀，当时这是他编辑的一本诗词杂记，当时他写了 email 来问我可不可以把我写的一些收录到这里面，后来我整理了几首诗，第一个是奇异恩典，纪念我们2011年的奇异相遇，风雪曼哈顿，迎天迎地兼寰宇，奇遇高耀杰，今生今世闲欢趣，纽约三日迁，两出两入有平安，人间十月天，一得一失兼自然。下一首是我祈祷，我祈祷有那么一天，不再有艾滋病患，不再有无辜的遗孤，不再有新闻专制，不再有迫害，只有爱。我祈祷有那么一天，不再有洗脑的流毒，不再有冤假错案，不再有拉帮结派，不再有眼泪，只有爱。下一首，我们称您为奶奶，我称您为奶奶，但你并不自称为奶奶，是你仁慈柔和的眼光停留在我身上，让时光也停止了奔波折腾，让时光与灯光一起照见那一夜，我们双手紧握，促膝长谈，在2011年秋那个提前飘雪的十月，那个周五的夜晚，没有任何的预言，我空讲在您的面前，您毫无保留地收留了我，笑眯眯地看着我，
吞咽牛奶和面包。那一夜我一觉睡到天亮，那种从未有过的安心来自奶奶您的大爱。还有一首是小行星。巨大的星空中有两颗小行星，一颗以李清照命名，一颗以高耀洁命名。诚意亿万年的星空有福了，因为两位了不起的女子让陌生的小行星刹那间有了音韵，有了诗词文，有了生命。仰望星空的人有福了，怜悯众生的人有福了，心怀大爱的人有福了，哀痛哭泣的人有福了。我们总是一不小心就深陷在黑暗中，人性的黑暗纠结比神秘的黑洞。感谢国际天文台命名了两颗小行星，让李清照和高耀洁他们耀眼的光芒穿越时空，照亮前方，引我们仰望星空。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韩人，这真情流露了，这是惹得我们大家哈，在座的我们大家都很难受，我们都同时其实也很高兴，因为呢高耀洁女士呢她已经是96岁了，只差9天她就96岁了，这个时候过世应该是很幸福的。她比很多很多很多人，特别是那些专营投机取巧的那些人幸福的多。所以我们在纪念他，实际上我们也为他的这种安详的这样走这样的就进入了，我相信进入了一个天堂，想相信他在天堂里面很幸福很快乐的过着。好，下面呢我们请李赞宏先生啊，我们李赞宏先生呢来代读前开放杂志总编辑的那个金钟的一篇悼文。那么金钟呢是出版了第一本高耀洁女士在海外的那个1000封10000封那个来信的这个出版社，就是他们开放出版的。刚才有个图片的也看到了他的那个书哈，10000封来信。谢谢。我找不到，我找不到。对，这个 PPT 里有，我们刚才看到了。其实这本书的话，我还想两句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个书呢在中国呢是出版了一部分的，但是后来就是艾晓明他们帮助的下哈出版了一部分的，但是后来呢来到美国以后又很多又新的要加进去，实际上他回信的是15000多封信，他每一封信他都回的，就是这些艾滋病人的这种求助各种问题，他每一封信都自己亲自回。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呢，他用自己得奖的那些钱，自己的钱来请人出版。然后呢这个金钟呢他们就非常的就知道这个情况，也就是非常的节约的去为他哈就出版了这本书。所以这个出书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
一些下面的故事了，在这里呢哈，我们就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那么就说很艰难的，高耀潔带这些手稿带这些书出来是经过非常艰难非常艰难的这个过程的，所以他这个是非常的难得的这本书。本来呢我们还有高耀潔另外的他的回忆录哈，可是今天出门的时候结果就忘带来了，本来可以送给大家，不过明天我会拿到他们家里面组织葬礼上去看看谁需要的，要是有人去的你们想用的要的话哈，就可以在那个前面哈，就葬礼的那个附近哈，我们就可以在那边派送。好吧，好，谢谢。好，我代表那个金钟老师朗读他写的一封悼念高医生的一个算是悼文我做了稍许的修改，因为一开始读起来不是很顺畅。如果金老师有幸看到今天的录像的话请小小的见谅。题目叫做高耀潔追讨无尽的血债。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呼号奔走终身的高耀潔医生在纽约逝世，享年96岁。他有中国德兰修女之称，是感动中国的无数艾滋病患者的慈母和遗孤的奶奶。高医生2002年被纽约时报评为时代英雄，国际天文联合会甚至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潔星。高医生的贡献享誉中外，但是他的防艾滋之路却背极坎坷，充满阻力。2007年，高耀潔赴美领奖后，又回到中国。中共当局为加强管控，对他步步紧逼，妄图切断他和防艾工作的联系。此时的高医生处境形同软禁，于是他不得不在友人协助下四处躲藏。走投无路之际，时任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出面与中国政府协调，高医生得以在2009年8月7日飞抵美国。当时我记得一个组织负责人电告我，希望我为高医生出一本书，我应允11月交货。于是高医生选择12月初世界艾滋病日在华盛顿 DC 会见传媒，同时举行开放出版社出版血灾10000封信的新书发布会。与此同时，在河南因防艾而遭受打击后被迫远走美国的王淑平医生也从美敦赶来出席活动。他和高医生奔走呼号，都为中国摆脱艾滋悲剧做出过非凡的贡献。遗憾的是，他已于2019年在犹他州英年早逝。英国作家曾将他的故事编成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在伦敦上演。利用在 DC 几天的机会，高耀潔会见了在河南生活过的作家苏小康、社会学者杜聪和一些记者，因此海外华人学者逐渐加深了对中国艾滋泛滥的认识。开放杂志也连续2期做出报道。艾滋病80年代源自非洲，而中国90年代迅速蔓延成为艾滋大国。中国开始时声称主要是性接触传染，但由于他们的努力，后来官媒也不得不改口承认是血祸，而原因何在也成为探讨这场灾难的实质和焦点所在。这造成了以高耀潔为代表的群体和官僚们的对立，他们是指高耀潔，他们是基于正直、专业和道德精神，发现血祸来源于河南别具特色的血浆经济，是血液传播，而不是中国医学界声称的源于性接触传染。高医生探贫问苦，做田野调查，亲身跑了10多个省份，尤其是在河南的穷乡僻壤，他收集了大量病例，并身体力行救助患者。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那里他帮助了大量艾滋遗孤，为他们解决生活及入学困难，寻找收养人，甚至让他们住在他自己的家中。他的防艾救孤工作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大量信件如雪片般飞来，有倾诉，有求教求助，有衷心感谢。2004年来信已达10000封。于是在新闻界朋友的协助下，他出版了10000封信北京版，得到好评，但这本书发行量却很差，显然有当局干扰的因素在其中。后来又有数千封信来，当时的河南省委新任书记徐光春曾提出，我们帮你出书，稿费归你，但是被高医生一口回绝。直到他来到美国，才有开放，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完整的修订版《血灾10000封信》。这一选集了140多封信，65幅清晰的实地照片和许多同行的观点、研讨与观察数据，包括媒体记录。全书共6章53节，书的内容特别感人，也是特别具有实证分量的，是一批艾滋病受害者的惨痛自述。他们多数是贫困地区的青壮年，被政府引诱，说卖血一年可以挣10000，能脱贫致富，结果几个月就失去了健康，怪病缠身，最后被艾滋病魔彻底打倒，不治而亡，独留孤儿。一位名叫杨喜成的36岁村民写了一封9000字的信给艾晓明教授，后来这封信转到了高医生手里，痛诉一个家庭是如何被血魔摧毁到寸草不留的地步的。你可以想象，家里边为治病，家破人亡，全都没有了，令人不忍卒读。这本书信不容辩驳的，正是中国血灾的祸源，是饮鸩止渴的血浆政策和血浆经济。对于这些无异于大规模谋财害命的具体手段与过程，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高耀潔医生的另外一个心愿是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一共印出了120万份，出书7种，发往各地50万册，全部费用有100多万，都来自他的奖金、稿费和积蓄，没有任何捐款。他表示平生计划出版3本书，血灾呢就是那10000封信只是其中的一本。他认为出版物是启迪人民在中国永远消除艾滋病和揭露血头血霸假医假药的好办法。他亲历家乡这场只有大饥荒可以比拟的艾滋浩劫，而至今没有人被追责，没有人承担责任，是最令他气愤的事。河南这块中原沃土在中共的统治下实在是多灾多难。毛泽东当年发动大跃进，公社化就是从此地而起，结果一个信阳事件就饿死100万人，全省加起来差不多300万。今天那里又是血灾的重灾区，土法炼钢，大修水库，破除四旧，可结果下来，一个板桥水坝垮坝就淹死20多万人。现在又是野蛮抽血，不消毒，容器混杂，1000多万人感染死亡，遗患无穷。大饥荒不准外泄，不准逃荒。王淑平女士上京递交400个 HIV 阳性样本，促使全国血站关闭，但最终闹得她自己却没有了立足之地。
今当年卖血浆的李长春书记，刘全喜卫生厅的厅长，和当年的吴知溥一样受到庇护，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河南由一代又一代的灾难的承受者，在官场腐败吏治黑暗的这个高压统治时代，还能指望什么呢？只是有一点他们还没有明白，20年前的血灾与60年前的大饥荒和50年前的溃坝事件一样，其实都同出一源，都是党国的最大失败，因而也都成为最高机密。毛的血腥暴政，指的是毛泽东啊，毛的血腥暴政转化成艾滋血灾，是独裁专制欠下人民的巨额血债。70多年来中共犯下的累累暴行中，艾滋血债只是其中之一。高耀潔医生就是要追这个债，他的追债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理想。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张红。这金钟的这篇悼文当中讲到一个本质，就是说当年的大饥荒和这个血灾，这一次河南的血灾，这是20年前的这一次，其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OK， 这是OK， 那么现在下面呢，我们请磐石教会的哪一个队友等一下，我们有安排有自由发言的时间的我们代读那个傅立和他们夫妇的顾弟兄你好对，代读一下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傅立呢是河南人，那么那个他们写的这些东西就是苏小康呢，他的先生叫苏小康呢是以前的那个叫和商的一个作者之一了，所以他们也对高耀杰，他们很早就认识高耀杰嘛，刚才金钟的那个悼文当中也提到他们。所以他们呢现在呢年纪大了，他们住在华盛顿那边而且呢傅立呢他是在前几年有车祸所以都就是行走也困难的，所以他们这次写了这个悼念文呢来请我们代读。好，谢谢哈。在这庄严肃穆的时刻，由我来代读一篇由傅立、苏小康伉俪所撰写的高耀杰医生追思会悼文，题目是公权力制造公卫危机。傅立、苏小康，2023年12月17日。我叫傅立，1991年出国，与流亡美国的丈夫苏小康团聚至今。2009年感恩节，自由亚洲电台的张敏来电话说，高耀杰医生出走来美，又据金钟先生讲，高医生一路逃亡，怀揣毒药，临死不屈。不久，高医生到 DC， 要在国会作证。苏小康就带着我赶去 DC， 因为我从小就管高医生叫高姨，我们两家是邻居。高医生也是河南妇产科名医，是我的崇拜对象，从小就学他长大要做医生。高医生来美国已经80高龄，举目无亲，那次他一见我就哭了，他
他有一个女儿在加拿大，也是我的同学，本来我是可以照顾高医生晚年的，可是我在93年因为一场车祸而半身不遂了，还要靠丈夫照顾我。我们那时不知道怎么办，见了高姨就是劝她与傅西秋合作，先解决长期居留问题，并提醒她见希拉里时一定要讨她秘书一张名片，有事可相求。不过我知道高姨还是从前那个高姨，是人间子，他久经风霜，心里很有主意，定能逢凶化吉。眼下他一直抓紧手头两本书的撰写，视为第一要务。在83岁高龄还能如此，令人惊叹。其实，2009年底，我们见高医生的时候，还不太清楚他在中国所做的感天动地的一举，在此仅采用朱学勤文章中的表述。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其实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10万分之1。四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杰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人类 ，human being， 其实是更高级的技术，而美国和西欧，尤其科技大公司协助中国构建数位化列宁主义，直到前不久的旧金山习拜会，美国对北京这个邪恶集权还在搞绥靖主义，新冠疫情在中国4年仍未绝迹，蝙蝠女石正丽最近警告，全球恐再遇更强冠状病毒。说真话的李文亮医生，与多年前的高耀杰医生一样，都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和管控，其结果不是逃亡就死亡。在中国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命运多么的悲哀。也因此，今天悼念高耀杰医生，铭记他对中国人民曾做过的贡献，意义重大。高姨安息，富丽小康。谢谢各位。好吧，那下面哈，就是蔡国华，你可不可以来读一下那个魏金生基金会哈，魏金生发来的他的这个晚年吧？就在这里。这个都是的是吧？这个。这个今天的这个，在这个非常庄严肃穆的一个会议呢，我代读一下魏金生的晚年。一生正直高耀人间路，百年悲剧长爱英雄孤。怀念一个充满爱与信仰的生命。还有吗？这个公益联盟，这个呢，旁边那个是公益联盟啊。这个怀念一个充满爱与信仰的生命。这边呢是那个魏金生的基金会晚年啊。一生正直高耀人间路，百年悲剧长爱英雄孤。啊，这个我带动一下晚年啊。另外我简单讲几句啊。这个高医生啊。他这个为了人间的爱，为了他的这个所有艾滋病人的一个悲剧的一个呼唤内涵，
他付出了一个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孤魂被煎啊，孤傲的灵魂被煎熬，被撕裂的一个状态，这是没有经历过的人生，是难以想象的，难以体会的。本人也是跟他一样被煎熬，这种煎熬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医生啊，他今天虽然96岁，将近96岁仙逝了，但是我想这个他是行走在耶稣样式的一个人生之路，他最终呢是啊，以96岁的高龄啊，必定会走向那个天国之路的。但愿他在天国那边呢，不再承受中国人所承受的那种苦难。我相信上帝会加倍的恩典于在天国的生活。我就讲这些。谢谢蔡德华。好，下面呢就是我们请磐石教会的李世雄先生，好，发言。他李世雄先生呢是应该是很早的这个在纽约最早的这个华人教会吧，哈，最早的反革命。好，来。几个月以前我还去过那个高妈妈的家，是说是谁跟我带的信我已经忘记了，就说高妈妈有点想我，好久没看到了，就是要我去，结果我就去了。还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把我送去的，结果我送去了以后呢，一直都不开门，怎么敲也不开门，当然也不敢敲很大的声音，就是很小的声音敲，不开门。我想他可能是不在了，不在里面，可能日子记错了，我就出来。是那个北冥，作为亚洲的北冥。结果那个我就跟北冥打电话，我说高妈妈不在，他说高妈妈在，他说因为我刚才跟他联系了，他说他在等你。后来呢我又那就又去敲门，又没有开，我估计是照顾他的人呢，所以我一直到后来也没有就没有见到高妈妈了。有一段时间我是经常去，那时候经常去的时候他还精神挺好的，蛮喜欢说一些话题，最喜欢说的呢就是中共怎么来掩盖这个艾滋病的话题，他又怎么能够跟他们对抗，怎么他很有意思的，他怎么来突破他们的封锁，他很有办法。这个他讲的故事很多了，因为每天讲一去就讲很长时间。就是最有意思的是就是说呢，他就像那个看到的电影一样的，就是过去的这个共产党的电影，我们看的都是描述他们怎么样迫害共产党，共产党怎么搞地下活动。他说我就是那个共产党，他说其实要反过来，他说我们做正义的事情，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他认识非常深刻，跟一般的老人不同，就是共产党绝对禁止的。共产党要你做的事情，就是公开的要你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反人类的。所以他有一个，高妈妈有一个判断这个是非的一个标准，他不像一般的老太太，我妈妈跟他一样大的年龄，但是我妈妈在1980年就已经过世了，所以高妈妈比我妈多活了40多年。
高妈比较关心的事情，除了这个艾滋病以外，她还关心在海外的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是为了自由而投奔海外的。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大概因为我是做这个宗教迫害啊，在美国宗教迫害，就是中共宗教迫害的是我开始的，也是因为我揭露宗教迫害，所以造成这个共产党派大量的特务不是一个两个，大量的特务就是围绕我的家周围，搞得我没办法，我只好叫警察来。警察来转了一圈，把车停在那里，好几部车。他说我们也没办法，他说我没看到他们干什么。他说因为谁都可以在这里走路，谁都可以在这里停留。他说这就是美国嘛。我说你就差说谁都可以杀人了。我跟那个警察说，我说你就差点说，没有公开的说谁都可以杀人了。所以共产党在这里这么多特务能够活动，美国的这种所谓的自由、所谓的人权，没有原则的没有标准的滥用人权，给他们提供了条件，给共产党的很多人在这里提供了条件，很多人借用政治庇护我也是最早做中国宗教迫害的，美国的政治庇护里面没有宗教迫害不包括宗教迫害，宗教迫害的第一个案例是我做的，美国是案例法，我想这里面应该有很多专家，没有一个案例你这个案子再怎么争都做成的我把第一个宗教迫害的案例做成了，我说中国有宗教迫害，我还到国会去作证后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来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特别是在中国没有信仰，有信仰也是他们控制的，教会都是党领导的，所以我建议在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里面，我们要信念真神，不要去被，因为在这里有很多假教会都是假的信仰，打的是基督教的牌子事实上不是是利益，是三字系统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如果有的话呢，我建议你们要认真的这个思考这个问题我最后拿点照片，因为是那个前两天，我也不知道高妈妈过世了，是自由亚洲电台的那个自由亚洲电台的那个北明他发给我的，他发给我的当年的一些照片，这个我这个手机他们也看不见，我不知道能不能投放到那个里面去的。这还有这是一些照片，这是高妈妈的北明，这还有李静静，这是这不是苹果，我这是叫什么？我这个是我这个叫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烂手机。安卓手机是这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是个很差的手机。
我不知道有这些照片，是北明告诉我以后就他说我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照片，你在那里，因为我经常这个高妈妈经常打电话要我过去。嗯，哦，这些都是这。啊，这是高妈妈的，啊，这是我当年跟高妈妈聊天，高妈妈聊得高兴得不得了。我就是，我后来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想，我跟我自己的妈妈还没有谈得这么亲热，她跟我妈妈是一样大的年龄。这还有这被谋杀的李静静。那不是个硬医生啊？是不是他？哦，我看了一下。哦，那别上了。这个就是北，这是那个浙江亚洲的北明，这高妈妈那个连那个，哇，这只有时间，那个时间没有啊，这个日期好像没有，但是日期离现在我估计最少也有六七年了，大概。你看你那时候很年轻啊。哦，那可能有七八年吧，大概。你看那张照片，你看。戴着帽子呢，你看你不是很年轻吗？很气，肯定要年轻一点。就是我觉得，像他这样的老人家，他其实心里蛮充实。他非常，他不停地在忙，他甚至把我叫去了，我把我叫去以后跟我聊了一下，后来我和邵牧师经常去，主要是邵牧师跟我一起去，有时候他比较忙的时候，我就自己，就自己过去，总而言之，高妈妈这个人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一个老前辈，要学习他什么呢？学习他为正义而战，不怕威胁。他到这里来了，共产党也威胁过他，而且呢，不怕失去亲情。你像一个老人，八九岁的老人，身体又不好，没有一个亲人在旁边。我想请问各位，如果我们个人是他这种环境，会不会投降？所以，怎么说呢？我们只有求神怜悯，求神恩待这位中国医生，他也是因为爱啊，因为你的眷顾啊，因为你的怜悯，他走上了公益怜悯的路。求你让我们永远的纪念他，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啊，谢谢李师兄，我还不知道原来你跟高耀潔妈妈还有这么一个渊源啊。好，下面现在呢，哈，就是那个邵牧师，你来发言吧。我想你也有讲的，因为你也去看过高妈妈嘛，是吧？经常去，其实刚才李弟兄他讲了，就是高耀潔医生的他的一些品行啊，我这里再补充一点，他
他这个人是不为名不为利，像他这样的人，那希腊里接见他，对不对？又有什么很多的奖，他要搞一点钱让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好，有很多钱，他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去看他，他就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海外很有名的那个副牧师，他说非常讨厌他，因为他老是到他那里拉着他要去干嘛呢？去见希拉里，要去搞钱。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跟他去传扬基督的信仰，希望他能够信基督，他当时是非常排斥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他看来是很虚伪的人，就是搞钱。所以他这个，所以他这个人是非常正直，非常廉洁，所以他是不会被钱所收买的这样一个人。这一点上呢，我想我们在海外的心中有正义有良知的人们，我要提醒你们，千万不要被钱所捆绑住了，千万不要败在金钱的脚下。在海外，我们很多的人来美国很不容易，谋生都很难，这时候钱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多多少少的海外的曾经满腔热血的民主自由的斗士，都是为了钱被中共所控制，被中共所收买。所以弟兄姊妹们，海外的在座的各位包括如果能看到我的讲话的民族的斗士们，要学习他，学习高耀潔，绝对不被金钱收买。我希望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在海外的命运才会有希望。我们说追求的公义正义才会有希望。好，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点，谢谢大家。好，谢谢邵老师哈，这个也讲了大实话。那么下面哈，我们呢本来呢哈就是周峰锁先生呢哈，他是应该就是说他本来是也想来参加我们这个追悼会，会用其他什么方式，可是因为他住在外州，今天的那个天气也非常的不好，那么他就现在就没有做成，没有做成这件事哈，就是他也蛮遗憾的，就是也就是这可能这自己嘛他心里面哈，就是想这个悼念这个高耀潔老师，那么他就不来了今天哈。那么另外的就是我们哈有一个安排，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些朋友，你对高耀潔医生哈有什么心得，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哈，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但是呢，只有发言的时间呢，就是每个人呢就是掌握在2分钟之内。好，刚才这个老伯是不是你是要讲什么？ OK， 我讲两句。作为高耀杰，跟你说是我们河南老乡，我也感到很骄傲啊，很荣幸。他身上的品德，跟你说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讲一个问题，就是说高耀杰流亡美国之后，我要讲的就是香港一个华夏的中医学院的院长姓何，每年在香港叫跟你说公开要为河南的艾滋病孤儿的要募捐，每年都是有一次，有的时候每年呢还要趁着这个募捐的这个情况呢，然后跟你说有河南的当地的委托的人带几个艾滋病的孤儿到香港去参观，这是一个。我2021年来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参加那个跟你说那个筹款，还捐给当地的一辆给我面包车，
这就是我知道的情况。从高耀杰女士的这个性格、人品、高风亮节和这个人间大爱和讲真话的勇气，我今天给我们教会群组发了一个视频，我很同意高耀杰女士是民国文化最后一个身影背影。好，谢谢那个荷兰老乡。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高耀杰的荷兰老乡啊，他是荷兰同乡会的，让我们分享一下他在荷兰同乡会或者是高耀杰的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想法。谢谢。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南新乡市的，我是80后哈。其实我小的时候呢，就知道艾滋村这个事情，但是呢我并不知道是谁发现的。那直到我来美国以后，后来就直到高耀杰医生去世以后，我通过新闻报道才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我看了很多的报道，我觉得我很震撼，然后我特别感动也特别震撼。我觉得这个老人家身上有一个巨大的能量，然后呢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他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河南人，一个每一个有良知的河南人都应该悼念他。也许没有高耀杰医生的话，我相信河南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或者说我们每一个河南人都是一个受害者。我很遗憾，我知道这个事情很晚了，我也没有去探望过这个老人家。后来呢就是说我们同乡会的有个大姐把她的这个丧礼的情况发在了群里边，我就说我发了一个就是接龙，我说咱们河南同乡会的有没有愿意同我一起明天去参加高耀杰医生的这个葬礼的。很遗憾，坦白讲我挺难过的，很遗憾只有一个人愿意跟我去。群里面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个河南人啊，有几个河南人。我这个事情我觉得让我觉得蛮遗憾的，就是说可能我小的时候就学过鲁迅先生的文章嘛，就是说华人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就是说一个个如伸长脖子般的鸭子一样的看客一般。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来追悼这个高奶奶，可是没有想到他为河南做的最大的贡献的一个老人家啊，在我在那个几百号人的好几个群里边，没有只有一个人响应说愿意跟我一起去。我这个事情其实我真的是很想就是说在那个群里边讲，我觉得人呢可以冷漠，可以自私，可以无情，可以或者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呢我觉得做人唯独不应该缺的就是良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所以说我不知道今天有这个追思会，但我明天会去的。我不管那个大姐说她探望高耀杰医生的时候还有一些情况发生，但是我说我也不怕，反正如果我知道这个老人家的事情的话，我是一定会去的，我是一定会探望他的。因为我知道在河南，我后来才知道就是离我身边不远的城市的村里边，一个个村子的艾滋，整个一个艾滋村，如果不是这个老人家的话，也许我也是受害者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受害者。这个老人家我看他报道说有一个小朋友去北京儿童医院看病输血感染艾滋了，他的父母亲是城市的，还都是大学生。所以说我觉得没有这个老人家的话，也许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害者，尤其是河南人。应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河南人，或者说有良知的人，应该感谢他。可是很遗憾，我真的很遗憾，
我在群里边发了一个接龙，我说这个老人家曾经有小行星命名，以他名字命名为小行星，他在河南做的事情是真的是让人感天动地的事情，很遗憾，因为很多的原因，大家追名逐利，做着各种各样名和利的事情，很遗憾，就是说我就真的太遗憾了，只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去，所以可能我说这个大家对河南人的印象都不太好，我觉得这也是有原因的，从这一点看，我觉得反正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我觉得人，我是个人觉得人唯一不能缺的是良知。好，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看到这个老人家身上爆发出的巨大的能量，让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震撼，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启发和要求，我明天一定会按时的准时的去参加他的葬礼，不管有没有人河南人去，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我从小我可以大家跟大家讲，刚才那位先生说河南人很可怜，我小的时候您知道吗，我上中学的时候河南的高考分是最高的，我们小的时候上学上中学您知道吗，我们从初中开始早上7点上课，晚上9点半下课，一星期上6天半的课，没有办法，因为河南的分最高呀，河南的高考分要比其他全省的各个地区的高考分好，考几十分，我曾经我还向写过信，向教育部写过信，我说这太不公平了，可惜我是个韭菜，我是草根，没有人理我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河南人应该去，至少有一个人吧，我刚才这个老先生是河南人，对，至少有2个河南人，或者还有明天的那个先生，他会跟我一起去，我觉得至少让大家看到河南人还有正义的人，虽然很遗憾啊，最后我真的很特别遗憾，我觉得这个真的我没有想到几个群几百号上千号的人没有人响应我，没有一个，只有一个人响应我，我能预料得到，但是还是蛮遗憾的，坦白讲真的挺遗憾，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愿意啊悼念这位老人家，我还是挺发自内心的觉得挺感动，这个世界让我觉得虽然很冷漠很自私很无情的世界还是有温暖在啊，这是今天我向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因为这个老人家为河南人做的太多的事情了，作为一个河南人谢谢大家，谢谢，还有这么有勇气哈。其实今天我们那个刚才的外面已经来讲了，我们其实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非常遗憾。但是呢，现在这个女士刚才有跟我们讲过，她就是最后一个了，已经简短一点，2分钟哈。你要那个有什么分享的，就是2分钟。然后刚才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看看。好，我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认为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他身上那些最美好的品质，然后我们的高耀杰奶奶她为什么必须离开中国，以80多岁的高龄离开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容许善良的人存在的国家，不允许良心不允许正直的人继续在那里生活的国家，同样是医生，蒋彦勇医生现在在哪里，同样是医生，李文亮医生现在在哪里，没有离开中国的他们连生命都失去了，你看李文亮医生以那么年轻的年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容许良知存在的国家，但是我们也看到当美国接纳了充满良知内心充满善良光辉的高奶奶，高奶奶可以在美国活到96岁的高龄，同样是有良知的人，同样是医生，为什么命运可以这样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来自于环境，来自于环境容不容许心存正义心存善良的人活下去，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很多人，我们来我们愿意站出来去纪念高奶奶，我们的心里面多少是对正义对良知有一份倾仰的，虽然我们的行动，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份并不一定说是绝对的这个旗帜鲜明的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上，但是我们的心对他们的暴行
是有反感的，而美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很憋屈，不需要打断脊梁骨就可以生存的环境，这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而美国现在正在接受到的是什么呢？公共卫生问题不会仅限于一个国家，疫情会散播到全球。李文亮医生保护的是 COVID 影响的全球的绝大多数受到危害的人的命运，就像高奶奶保护的是有可能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受到艾滋病感染的我们，每个人都承担同样的卫生风险。而在这样的卫生风险面前，不断散播风险，不断把医生给迫害掉，把他们的声音消除掉的这个政府，中国政府，它就像一个真正的大病毒，就像一个大癌瘤。而我们逃离这个癌瘤，我们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健康。我们现在站在美国，我们也要捍卫和保护美国的自由。我们就像人类机体里面的免疫细胞，这是我们的使命。而把这个使命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持守住我们自己内心的良知，不论是守住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都好，你现在拥有信仰它的自由，或者你没有宗教信仰，但是请守住你的良知。而这样的事情就是对高奶奶的模仿，是对她精神的传承，我认为这就是对她最好的纪念。谢谢。谢谢，谢谢，说得很好。刚才我们 update 一下哈，就是我们可以有时间大家就是两分钟的时间哈，大家有人要发言的是可以。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场地哈，刚才海里说了可以，所以那么等一下要接下来有人要发言的可以举手。但刚才我想讲两句的是，刚才讲到良知的问题哈，刚才那个河南老乡嘛，也在说了，你河南同乡会。这么几百人的这个群里面接龙的就这么一两个要参加这个追悼会的啊，大啊就这么一两个，你说这个是荷兰同乡会的吗？我讲的是荷兰同乡会里面那个群里面，刚才那个女孩子那个年轻人，她说她就在里面。那就是说，我就说大家哈，就河南人，我特别佩服刚才那个女孩子，因为她就是很有勇气。其实我们看到希望了，我们看到希望，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就是有这个希望。人就是要讲良知，对，良知是什么都不就什么都买不去的，这一点是个坚守我们的底线很重要。所以我们很佩服哈，刚才讲话的那些女士，还有你，你们讲得非常好。OK， 好，这个先生，你上来吧。可以介绍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阮，我刚从国内过来，我从事律师工作有20多年。我记得在之前我是教书的，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记得90年代末。感到就生活很困难的时候，我也一度想去献血，这是一个途径，萌生的途径。所以说高老师他在荷兰做了这样的事情，揭露整个艾滋病的这个灾难。但是我想的话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实际上这种问题啊不仅仅是荷兰，一个我们追根溯源可以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卖血。我呢，我有一个体会，实际上是很多是经济原因，经济压迫的原因。我的外公呢曾经在那个四川成都旁边一个富裕的县叫新都县，他在血站里面啊去守过自行车，就是寄存自行车，一早一中午很多人去寄存自行车。就作为献血的话，它是全国普遍现象。那么这种献血，这种卫生条件和当时的经济条件会造成的这种恶果，它不仅仅会限于荷兰。我后来我从事律师工作很多年之后，我身边有很多同龄人或者稍微比我大一点的人莫名其妙的死掉，当然冠以各种癌症，很突然的，包括我的同学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它不仅仅是荷兰的问题。高耀杰先生的话啊，他做了一个伟大的事情，
但是一点，就是一贯窥豹的话，我们可以扩展到全国、全中国都会有这种现象，只是说很多问题没有被揭露出来而已。所以说，高先生做了他自己在自己人生中或者自己专业领域里面很伟大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的话啊，是就他个人而言是非常超越他极限的一个事情，非常值得颂扬的。那我从事律师工作，在最近的一二十年内，有很多律师的话，也是趁着共产党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做了自己很多分内的事情，也前赴后继。有很多人死了的，有很多人身陷囹圄，有很多人现在还在逃亡。所以说，他们也做了他们很多事情。但是呢，刚我接着那个邵先生说的话的话，我说一下，实际上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的话，它不是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技术上能够解决的。所以说，很多人走到海外来之后，才发现，哎呀，海外民意不是想象的那样。我们在国内发现海外民意这样这样，几十年没干什么事儿。哎，我有这种体会，我过来也几个月了，我也跟很多海外民运的人接触了一下，实际上才发现啊，我自己深有感慨，在国内也有感慨，国外也有感慨。经过几个月的那个接触之后，我才发现我们的民族，各个专业领域的话都有很优秀的人才，也很多很有良知、很有勇气、很有实践能力、敢于去闯、敢于去做事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民族有一个重大的缺陷，真的在政治上的话很遗憾。所以说刚才那位小妹妹说河南人有是河南人的遗憾，刚才说高耀杰先生发现河南人有这么多问题，但是实际上这是全国的问题，这是全国中国人的遗憾。那么在这个领域的话啊，在卫生领域出现了这个艾滋病这种大的灾难，实际上是全中国人的在卫生领域的遗憾。那么这些遗憾的追根溯源的话，是整个民族在政治方面幼稚，或者说我们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缺陷，这么大的遗憾，不知道这个遗憾通过多少这种事情，就是大的灾难，包括疫情啊，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什么新冠啊等等，要经历多少我们这些遗憾，我们民族才能成熟，才能改变，才能前进，是不是？我今天想说的这一点，我是想接着刚才有几位先生啊，邵先生还有李先生的话说，我们能够有幸到国外的人，不忘初衷，去勇敢的探寻一条现实的路，其实探寻政治的途径改变中国。我认为啊，政治才是一个民族考验一个民族的最高智慧、集体智慧的一种一个方面吧。所以说，我们为了不留遗憾的话，我希望我们海外的民运人士的话，或者有这样兴趣的人能够在这方面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奋斗。谢谢大家。好，谢谢这位啊新来的人，新来美国的人，欢迎你。那以后希望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看一看到底这个海外的人权人士也好，民运人士也好，他们干了些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一再说，我们的力量非常弱小，我们要对抗，要抗衡一个强大的这么一个专制政权的话，那是非常非常难的。别说我们的小小的这个人力量，没有什么，那就是必须得以其他的国家，或者特别是尤其是美国哈，合作起来。让我们话说回来了，就是高耀潔女士，她能够就是能够走到最后到美国来，她能够获得这些奖哈，就是那就是因为美国的支持嘛。那个时候参议员的那个希拉里哈，他们的那个成立的那个基金会，如果不是这些基金会，这些美国的这政府哈在后面支持她，她也来不了美国。他就像第一次一样的，早的时候呢，2002年的时候他就应该要领奖的，就领不成。然后到2007年了，这一次经过一些交涉什么的，他才来领到奖。最后他回去了，他是最爱国的一个。当他回去了以后，领完奖就回去了以后，
就出很难，就很难出来了，然后就遭打压，就根本就不像之前说的哦，你会好好的继续的研究，都是谎话骗人的，所以他就被人监控，被人打压，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展开他的工作。所以就是整个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就是这个谎言当中来欺骗老百姓，老百姓一次一次的把希望寄托在谎言当中，然后谎言一次一次的破灭。实际上刚才这位先生说的，这是关乎的政治，不是政治，这是体制，关乎的这个体制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才也能够有尊严的活着。好，下面我们还有谁哪位朋友发言的 ？OK， 好，小李青，你出来了可以吗 ？OK， 也可以。好，这位姐，我的新浪不是我的那个推特是李青二。我是一个核材料中毒女工，我全身细胞被穿孔、空变、硬化，这个是小范围的。我通过我这么多年，从2008年到学了5年的医学化学，我才明白。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环境辐射。我们中国，你去坐花高铁，那一分钟一个，一分钟一个，一个个手机信号塔。我花1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手机信号辐射检测仪，跟他们专做生意的10000多块钱的进口的那个辐射检测仪测，同时测它的数据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中国到处都是肿瘤医院，那个辐射信号塔周边方圆200-300米之内都是脑肿瘤、乳腺肿瘤、子宫肿瘤，各种肿瘤都有，然后都50-60岁就没了。这个辐射，然后另一个是食品，我是走线过来的，这一路上，我每个国家我停留下来，我都会用辐射检测一测，都不会去报警。我在国内，我稍微走一步看到信号的就是叽叽报警，我一打开。但是在美国只有机场会叽叽报警，其他我没有一个地方测到过。所以中共那14亿老百姓，真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农村到一个高楼大厦的地方都是手机信号塔，没有避免的。另一个就是我讲那个食品安全，中国的食品安全添加剂那是没法那个的。我中国的牛奶，我一吃我整吃一瓶我就整个肋骨炸，我根本承受不住。但是美国几乎没有，美国食品也很安全。中国最大的面临问题就是一个环境跟食品，我就说这个，我其他也不多说了。好吧，现在哈，就是我们明天呢会去会去那个高耀潔医生他们家里面主持的那个葬礼哈。那有哪位朋友愿意在这个？在有这个机会在这儿发言我刚才听到一位80后的小妹妹说她没想到，那么作为一个70后，我比她年长10岁，我所说的这根本不是你想不想得到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现实，在你没有想到之前这已经是一个现实。也就是说在中国，不管是你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但是你只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凭着自己的良心想坚持在公共场合发声，你只有3个，一个是你流亡，第二个你是逃亡，第三个你就被消灭掉。对，切身体会，你只有这3个结局。所以我们这么多人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后下一代的发展，我们来到了美国，这个有基督信仰的人群所建立的这块自由之地，我们要坚守自己的良知。就像刚才邵弟兄所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来，可能有很多弟兄因为语言的限制，没法在这个美国的社会环境里面正常的生活，生活非常困苦。但这就是对我们的考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高妈妈前面那位小妹妹说她是河南人，她是不仅是河南人，她也是中国人，她不仅是中国人，她也是人。
说他是河南人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人类的骄傲。他是我们全人类的骄傲。高妈妈是一个体制内的专业工作者，70多岁了，本来功成名就了，但是就是因为良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良知就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有的被蒙蔽了，有的还残存一些，每一个人良知或多或少。高妈妈为了这个良知就放弃了她家庭，刚开始她的丈夫还是支持她的，但是因为她的事情严重的影响了她的家庭的正常的生活，她的女儿完全就按照中共的口径来刺激她，她的儿子虽然比较理解她，但是她儿子也有自己的家庭，所以高妈妈的勇气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良知的支撑下，我觉得她的勇气是我们最为可以学习的。中国人，中国人这个族群最缺乏的就是勇气。我刚才说了，我是70后，我身边所有的同学都是重点高中毕业，上了重点大学，在大城市生活，我们都很喜欢唱海阔天空啊，都很喜欢唱 Beyond 的歌，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可以说我们那个群里面，同学群里面大概有100多个人吧，真正有勇气的，在实践生活中有勇气的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很感恩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不敢到这个场合来，但是敢到这个场合来的都是有勇气的弟兄姐妹们，我与你们在一起感到骄傲，为你们感到骄傲，也为我感到骄傲，我们能在这里纪念高妈妈，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把勇气这一块继续发扬光大。感谢大家。你要说两句是吧？ OK， 好，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我姓李，叫李鹏怀，是走线过来的，6月份走线过来的。昨天收到我们师父群里发的消息，纪念我们的高奶奶。我高奶奶她为河南人做了很多事，为人类做了很多事，我们不管有多难就该来纪念她。但我想问一下，高奶奶为什么在70多岁要来美国？是那个制度的原因？怎么来了美国啊？我刚那个女孩子也说了，河南人缺少良知，也不怪河南人，是怪制度的原因，一种教育，一种体制，说一种话的原因。大家说是不是啊？一定是制度的原因。对。我在座的走线的很多，走线的基本上都是有良知的人在走。为我来到美国呢，也是为了寻找一种救国方法。在座的反共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值得我们尊敬。为什么呢？可以在美国活得很好，他们在这里反共，他们冒了很大的威胁，他们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我们更应该团结，更应该华人互相帮助。这高奶奶的精神呢，帮助大家，帮助同胞，帮助中国自由进程。OK， 就说这么多。好吧，李占红，李占红说两句。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当众讲话的人，不过刚才英弟兄讲的话呢，给我一些激励，或者说一些灵感，让我也讲两句。想象一个事实。其实我们从早就听说过高耀杰医生和蒋艳勇医生的事情，也就是今年春天的时候，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医生也去世了，93岁，蒋艳勇，有谁知道这个名字？
的人知道的不多。其实蒋亚勇和高医生一样，是值得我们去纪念的人，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值得我们纪念？就像刚才应弟兄所说的，因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了，在中国那样一个社会，可以儿孙满堂，可以享受退休以后的安逸生活。可是他们偏偏选择了不这样做，去坚持心中的那份正义的追求，非常难能可贵。为什么我们在中国我们生活不下去了？中国是一个不适合说真话追求正义的地方，为什么？想象一下高耀杰医生的家人，想象一下高耀杰周围的人都曾经跟他说过什么样的话。你这又何必呢？这有什么意义？所以40万医生当中只出了4个医生去揭露这个丑闻，而且只有高医生坚持到了最后，坚持到对自己80多岁了还要流亡海外，还要客死他乡，还不能落叶归根。我们中国文化是讲究落叶归根的，对不对？我们有多少人还想着回到祖国去，包括我。但是因为那个地方不能说真话，不能追求正义和公平，所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有多少继续去追求正义的心，去愿意持守心中的一份良知。其实真的很难做到，真的很难做到。生活会把你所有的锐气都给你磨平，如果你心中没有我们的神，非常容易的，非常容易陷入魔鬼的诱惑，非常容易陷入金钱的漩涡，就像邵老师所说的。所以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是有一种劣根性的，不管你来自河南，来自东北，还是来自中国的什么其他的地方，只要你是个中国人，其实我们是有劣根性的，不会因为你跑到美国来这一点就改变多少。所以如果你没有对真实的追求，这个劣根性不是来自人的本性，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原因。对，对不起，你让他说完。没有，就是告诉你，哎，这是在美国，请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好吗？我知道。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修的时候，我加入了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观点遭到了当时的一个小姑娘的激烈反对。她说，她用英语说，她说你们中国人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良心啊？我说我每日三省吾身。她说你凭什么相信每日三省吾身就能变得有良心啊？我说我们中国人千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呀。但是我回去想，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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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对呢？想象一下，到明朝的时候，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是怎么做的？是怎么把清人、把满族人迎接入关的？有多少人为了坚持中华的正统去殉节、去死？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我们中国人是做了好几次亡国奴的一个民族，你别忘了。那些亡国奴，我们做亡国奴的时候，其实都是自己帮助外族人，很多人使我们自己人称为亡国奴的，就是所谓的汉奸。所以我非常悲哀地告诉大家，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不利于我们保持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去追求正义的。这就是为什么40万个医生当中只有4个医生出来揭露这个丑闻。我们中国这片沃土为什么成了不能说真话的地方，不能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地方？你不觉得奇怪吗？我就能想象，如果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真的回到了中国，掌握了政权，我们是不是跟共产党一样的？ Very very probably 是一样的。所以我给大家提出这个疑问，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怎么保持这种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决心？高医生做到了，而且他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只有坚持正义，追求公平，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不在乎众叛亲离，才是人生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你挣多少钱，你做多高的官，眼见你盖高楼，眼见你宴宾客，眼见你楼塌了，眼见你作鸟兽散，没有意义。只有追求理想，追求公平，追求正义，像高医生一样，才有意义，才能心灵上是安慰的，是平静的。至于那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我们怎么样去找，我也自己也正在找，我也没有完全找到，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去找。这就是我们纪念蒋医生的意义，怀着那份理想去追求永远的公平和正义，为弱者发声，为贫者努力。谢谢大家。还有什么话吗？没有。最后这段话我们爱听。很好，赞红讲到了，他讲到了最深刻的这个最基础的最基本的点上了。但是因为一讲到，如果讲到中华民族的良心啊、良知啊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要讨论的太多了，它真跟这个政治文化都有关系。这个在今天这个会上呢，哈，我们就不用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了。下面就是围绕着追思高耀潔医生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还有谁愿意发言的？如还有吗？哦 ，OK， 陈先生哈 ，OK。我在海外呀，也待了13年。但是这个地方很复杂，所以我今天可以说是第一次愿意公开来讲。我就讲荷兰高耀杰不是荷兰人，他为荷兰这个艾滋病，我们在国内也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这个女士，哎呀，我忘记了，她就说中国是个制度问题。当时河南确山有一个年轻人被湖北的孝感市的判死刑，就这件事情你就救不活他。为什么呢？他就是制度产生问题，他就找几个理由判你死刑，那么他不让你上诉，我们没有地方上的关系就没办法上诉，就不能让他签字。就这件事情，我找了省高院的法官退休赵律师，他帮我签字了。结果第7天就枪毙了，把骨灰寄到荷兰去。如果上诉，我就有本事把他救活，就是他不让你上诉，这就是制度问题，是不是啊？所以高耀杰逃亡到美国，他也是制度不能容他，是不是啊？虽然很多荣誉都是国家也给予他了，是不是啊？但是因为他跟制度不容啊，对吧？我就讲这个观点，对吧？好，谢谢。由于时间的问题，是